暑热一消，天气转凉，暑凉香氛。我们今天选择有关于秋分的是一个宋代谢意写的一首词《点绛唇》。我们不要把花瓣画得特别圆，花瓣呢是有一个向心的一个感觉，我们找准花心的位置。此时节啊，是丹桂飘香，蟹肥橘黄，是一个品蟹看秋景的一个好时光。团圆赏月的日子里，怎能少了一款因月光而成名的月光白茶呢？